你以后跟我玩吧，像毛主席保证，没人敢来欺负你。都听好了啊，以后别看见好孩子就欺负，多跟人家学点好，都听见没有？是，走吧。三和他们成了朋友，可是不久，在他的影响下，这些别人眼中的坏孩子开始学习了。得到他帮助的孩子们喜欢管他叫三哥，这时老三有了名气。后来他利用这个名气阻止了许多争斗。我听说最近有个高中生挺出名的，阻止了好多打架事件。听说你们学校的孩子都会武术啊？那叫功夫。你们学功夫不是为了打架吧？连这个派出所都不知道什么来路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知道，你就是老三吧。我听说这个高中生外号叫三哥。那就给我个面子，别打了，听我的，好好回校上课去吧。哎，你在家排名老三，不会就是你吧？哎，您觉得呢？少年老三常在思考，凭借自己的力量，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吧。西山红霞飞，战士他爸爸把银龟发银龟。又看《三国演义》呢，哥。雄鹰我停在家。哎，我以后成绩出来了。英语九十五，化学一百。哥，这。成绩不错啊，行吧。那到时候咱们考个重点大学，应该问题不大吧？哥，那个少尉成功，同志还请努力。嘿，你还什么都不耽误？嗯，什么？啊，没什么，革命生产，两不误呗。姐们儿，柔姿杀，广州进来了，倍儿流行。黄单了，四件套纯棉。我还是不要了，穿着都不像好人了。哎。这改革开放的春风可都吹了这么多年了，咱不这么土成不成？我就土了，怎么了？嫌我土别搭理我呀。谁呀？哪儿呢？谁说你土了啊？我告诉你，谁要敢说你土，我非跟他急不可。少跟我在这儿拼。你爸现在都不管你了吧？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，咱就是打不死的吴清华。你弟呢？老三。嗯。他现在是又红又专的，马上考大学了。哎，我听说一事儿啊。
说他们学校那片儿新出了一特有名的高中生，除恶扬善，外号叫三哥。这不会是你家老三吧？老三？哎，我是跟你说，北京市民要选我当妇联主席，你信吗？你倒是想当，全国人民还不乐意呢。那不就结了吗？老三，除恶扬善，还成三哥了，你信吗？吃了吗？我没喝啤酒。你真拼。给你三哥倒酒啊。考大学的事儿怎么着了？上了大学应该没问题，但我还没想好考哪儿。马杰，瞧瞧人家，你再看看你，活废！你别拿我们俩比行吗？烦！你跟我来劲是吧？我哪敢啊！就一活废。你们俩吃吧，我走了。自己忙什么呢？我能忙什么呀？明儿啊，有场架要打，明哥攒的局，我也没想到。我估计两边加一块儿，小一百号人吧。东西城有头有脸的全来，三驴子、四爷、琛哥。明儿下午两点。今儿老四出门的时候没带钥匙，你要没什么别的事儿的话，我先回去了。老三，这事儿你甭劝，劝我也没用。我要非劝你呢？你瞧你那德行。我什么德行？你吃了吗？我没喝啤酒。边待着去。老板结账。这波柿子真好呀，特粉，面着呢。明儿再买两筐去啊，妈再腌20瓶。咱俩我们吃不了。吃不了，哼！冬天，西红柿炒鸡蛋往桌上一放，你们哥几个跟狼似的，谁吃的还数你吃的多呢？你忘了你跟你二哥俩人把那盘子中间竖根筷子，生怕别人多吃一口。嗯，要陪玩玩去。嗯。早点回来啊！知道了。Thank you.
啊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什么时候开练哥，你等着老三来劝你的吧，又不想打了吧？不能够，马哥是谁啊？再等会儿吧。嗯。不烫了，不烫了，不烫了啊！马哥，对面黑哥问咱们是不是怂了，问他还干不干了。你忙去吧。那我没事，等你好了我再出去啊。没事，还是低血糖过了那阵儿了，拿女的去，我睡会儿觉啊。我一定能劝住他，我一定能把他变成一个好人。老大，咱们动手吧。不等了。那哥们就吹绰号了。你们谁不服？谁不服？希望的，跟上跟上，走老实点，坐你的上车，麻利点。你干什么呢？我路过。路过？你认识他吗？不认识。照什么呀？赶紧滚蛋！老实点，瞎嚷什么？走，走，赶紧滚蛋啊！赶紧滚蛋！快点，后边跟上，上来。是为了大马，不，他认识到一个人的力量是改变不了这个世界的。他在长大。犯罪分子马京在我校附近多次进行流氓犯罪活动，给广大新生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。
现已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。他的弟弟是高三二班的马杰，现已被学校开除，进了少管所。原我校校长王伟国利用手中职权包庇纵容外甥马杰，现已被免去校长职务，特此通告，希望广大师生引以为戒。照什么呀，赶滚蛋。给我唱一歌，大声唱。你吃了吗？我没喝啤酒。说正事儿呢，就别听了。还有什么可说的呀？我就是要考军医大学。你这孩子怎么就这么不听话呢？啊，你爸不是跟你说了吗？让你先考外语学院，到那学上几年，等找机会啊，咱们出国深造，在外面拿个文凭，回来可就不一样了，知道吗？啊，就不崇洋媚外，我才不出国呢，我就待在家里气你们俩。你待在家里气我们？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想的小九九吗？啊，我有什么小九九呀？嗯，来看着我的眼睛。嗯，老三考哪个学校啊？他要考……哎呀，您思想怎么那么复杂呀？我复杂？经贸大学，我早就知道了。我告诉你，你什么都别想，好好给我学习。不想吃，奶油的，待会儿火。你接着说。我还能说什么呀？就我妈那意思，我是非上戏剧学院不可。那你是怎么想的呀？我不想学戏，可明儿就要专业考试了，我妈还要跟着我去考，我现在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他这是逼着接不念绕口令的强人所难呢。没事，我再想想辙。哭什么呀？你瞅瞅他们。他们哪个是你的个儿啊？别紧张，我再跟你说一遍啊，你一进考场那就是舞台，那些主考的老师他们就是观众啊，就看你的了，你就是那麦穗里的梅英，记住了。知道。我
我跟你说啊，要词儿啊，要念清楚，那味道要出来，那个劲儿，那劲儿，我跟你说的，你都记住了吧？记住了。那个还有，还有什么呀？哎呀，怎么给忘了？行了行了，默默词。你这是慌呀，弄得我也慌。写吧，写吧。哎，这么一看，二小姐跟这里头还真是鹤立鸡群。十三号裴小云，到。等等，稳住，八。十三号裴小云。要拿出卷儿的范儿，知道吗？稳稳的。那人叫我呢。不行，要朴素点。去吧，别慌啊。哎哎，进进来，进进来。裴小云同志，看来是要自讨煎熬了。心疼了吧，少爷。十三号考生裴小云，戏曲学院附中学生，剧目《卖水》。请开始。裴小云，请你不要紧张，开始你的表演。对不起，老师，我想换个曲目。怎么回事？换个曲目可以。可以，开始你的表演，开始吧。不知道为了什么，怎么回事？忧愁它围绕着我，我每天都在祈祷，快赶走来的寂寞。那天起，你对我说。怎么了？不舒服？化了。化了？冰棍化了？心都化了。哼，心都化了。你永远都不会懂。车怎么了？车链子断了，你能帮我修修吗？河边，河边，河边。这我真帮不了你了。你这没工具，你这只能找修自行车人修去。那怎么办呀？我补习班马上就迟到了。这样，你把车放这儿锁好啊，然后。我带你去。不好吧，让人看见。去不去？哎呦，发挥的怎么样啊？挺好的。调准吗？调准。哎呀，是不是把考官老师都给镇住了？老师反应特好。哎呀，太好了。你等等啊。我去问问老师考得怎么样，再去问问吧。哎呀，问问嘛。回家吧，人里边考着呢。哎呀，去问问吧，别招人烦了。哟，该印象不好了。走。哎，你扶好了，别待会儿摔下去了。哦。我觉得你没有小时候好玩了。啊，特横，还不爱搭理人。我这现在不成助人为乐呢吗？那是你良心发现。我发现什么了？你说呢？
每回你在班里出什么事儿，还不都是我俩暗中相救？这倒是，那谁让咱俩发小呢？谢谢你啊。光说谢谢没用，太假。那你说怎么着吧？送我一份毕业礼物。行，你说吧，要什么？我还没想好，等我想好告诉你。哎，你们女生怎么那么事儿啊？哎呀，快点。小云，你捯饬完了没有？你赶紧着，人家学校可是说了，10点就发榜了，咱们别耽误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才7:40，早着呢。你这是怎么了，今儿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怎么做起西餐来了？妈，你先坐下。今儿不是看榜的大日子吗？我特意给您做的您爱吃的西餐，您快尝尝。对对，今天可是大日子啊！哎呦，你瞧，妈都不如你想的周到。来，吃，嗯，一起吃。哎呦，以后啊，可就好了。等你上了戏剧学院，妈可就算熬出头来了呀。等将来你毕了业，往那台中间那么一站，妈能听你唱一出挑大梁的戏，妈这辈子呀就没白活。对了，妈，我想跟您商量件事儿。说。今儿看榜，要不您一个人去得了。怎么？我特紧张，有点不敢去。你考砸了？你是不是唱跑了呀？没有，妈，没有。不都跟您说了吗？老师的反应特好，还都给我鼓掌了。我就是心里怵得慌。哎呦，瞧你那怂样，你快吓死我了。行，我去，你就在家呀，等着好消息吧。嗯，快吃。妈，您慢慢吃着，我给您唱两句。哎呦，你这是给妈开堂会呢？行，妈吃着，听你唱。我以前也是个角儿啊，我一放着你角儿演过戏呀、啊。是，我女儿呢，可是京剧世家出身的，打小啊我就教她唱戏了。你们怎么能说她不会唱戏呀、啊？你们肯定是闹错了，她可是个好苗子，她就是那家来的刘成宇。你们是不是不信我呀？那我给你来一段好不好？霸王别姬，咱们回家了，爸爸给你们唱一段。妈，你们听好了，梅子。这二姐他妈怎么上蹿下跳的？是真疯还是装疯啊？我看是真疯，
坏了，你过去给我盯住了，千万别出什么事儿。我去找二小姐去啊。走了吧，我看你妈那样，我心里确实挺难受的。再说唱歌也没必要非得去广州吧？我票都买了，这还不简单？退了就完了，小薇她就不。你就这么一个人走了？你就不惦记你妈？不惦记。妈，我走了。我不想学习，学习太苦了。我从小到大都被关在咱们家的小院里，其他的孩子天天在胡同里玩，而我什么时候出去玩过？从小到大我没滑过旱冰，没游过泳，没逛过公园，就连学校组织的春游秋游您都没让我去过一次。因为我得学习，我不骗你，我想过死。有一回我爬到学校的楼顶上，我想跳下去，可我不敢，我就只能忍着，过着你想让我过的日子。你说我还是人吗？不是人。说你啊，我说你妈，你妈她不是人，不是。我也不是说你妈她不是，反正她挺那个，她不那样你也不至于走。先走吧，车一会儿再开。啊，没事儿，我陪你再待会儿。不用。到了那边，想着给哥们来封信。我不信。嘿，我还就不信了。你真是特殊材料做的，谁也不惦记。不惦记你妈，我能理解。你就不惦记我？不。你是人吗？走了。你等会儿。怎么了？哥们儿想让你亲我一口。
上眼睛。这更当更当的没完没了，我这心里头乱得慌。我不更的，你看这边全开了。这小云子也是，瞅着老实巴交的，怎么这么大主意啊？先别管孩子了，先顾大人的命吧。你说这老大老二去医院半天了，怎么也没个信儿啊？哎呦，怎么着了？抢救过来了没？活过来了，幸亏抢救及时，没事了。人没事就成是吧？哎呦，那你这是又怎么了？人是救过来了，但是傻了，疯了。啊？哎，你不让我陪你买毕业礼物吗？你约这儿来了？管着吗？我先问你个问题，录取通知书收到了吗？当然了。假狂，金毛大。哎，你呢？前天到的，军医大学。恭喜你了啊，如你所愿。别光说不练呀，请我看电影吧。你这就是我想要的毕业礼物。嗨，这么回事啊。行，走，买票去。快点啊。热的，喝个汽水。看完电影出去喝吧，快开始了。给你吧。以后就不能在一起上学了。这么多年咱们俩都在一个学校一个班，突然分开了也不适应吧。天下没有不散宴席，可能以后适应就好了吧。没劲。
你回头把你们学校地址给我，我没事肯定会给你写信的。嗯。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，我就用它去寻找光明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给每一条河，每一座山，取一个。